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，11月22日，针对曼谷街头现多名中国籍毁容乞讨者相关报道，中国驻泰国使馆发言人答记者问，中国驻泰使馆注意到相关报道，并已派领事官员对当事人进行了领事探视。中方一贯要求来泰中国公民遵守泰国法律，尊重当地习俗，也重视维护其合法权益。我们相信泰政府有关部门和警方会尽快查明真相，依法妥善处理。